哎，电话，电话，谁呢？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海边，我喜欢吃那个帝王蟹呀、啊，皇帝蟹。皇帝蟹？什么？喂，你好。打舅，你就是打舅吧？谁？又来了。哎，你好，找一下你们黄老板啊。哎，我是啊。满汉全席，你从头开始给我背一遍。怎么还有人点菜啊？没完了。看得出来我是谁吗？你身体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贼不抗造。真的呀？你谁啊？我是客人，上帝。上帝，我怎么听一下孙红雷啊？喂，你是谁？我是一心。哎呀，想说。啊，是吗？我先拿一个辣椒炒肉。辣椒炒肉肯定是张艺兴啊。艺兴啊，是不是你兄弟们要来了？对，要搞大事情。哇，这是人很多啊。喂，你好。我是来人的客人。